现实，有些家伙坐在斗量，人家肩膀上也才做几条命。安怎讲？是安怎？为什么？也太慈悲，你家太难。所以呢，做穷上帝，这先头老师做了，先头买不成，你怕够？啊，咱这做了，下当的超载嘛。这太慈悲啊，我信了。过来啊，我进过去啊，我进啊。他喜欢呢，你见得改观呢，你不得，这个太严重了，承受不了。所以太慈悲的才做成功。所以讲，真正的一个真理，真正当与天地合一的，那个天地是现实之主。所以客观跨心点，因为国防危害社会、危害国家很多啊。跨心点是自己的人，你若不敢跨心点，就社会人唔知要去会受害偌济，所以就无跨心点比赛，阿罗天嘛就自顾自立，像这样子一样。所以道中。不讲你这位代志，你说奉献者有人伤害道堂，行主靠也不敢讲。历史途中呢，出花一坐都坐到几多钱？啊，你讲什么？为着行主靠也，他不敢讲，啊，害死我的受主的人心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那就不对了。修道要有种精神，我安尼来做，安尼来讲，虽然来做考验，唔过修道人偌济的心是无，会当利益道中偌济，会当利益修道偌济，没有凡事做考验，我偌济啊，但就这样，就这是真正的正直。唔过你股民这款是偏偏你袂来济啊，像地藏宝一样。我不是地家，谁是地家？为着要救地家家，靠地家，不用他。你这个中间，虽然是做靠业，不过两边比较，也恭喜，不过低消也靠业不在归大人做。所以那一些钱，也恭喜是胜过很多的，要看。不要怕刚才呢，这人只是说要掏钱就不敢了。也当你要用钱，也当你要做官，这款钱应该可以做，还不需道在其中，时常学道德在头脑里面转。因为早上有谈到开悟。以民心正性的问题，所以老师就鼓励当时传词，你讲反敌，你敢空住花枪？反敌如果那就问空如主公，什么是道？道是生得安怎？对不对？如果问道，道是生得安怎？方武就说不定的改革孤家呀，你的夸家就是呀，因为读书来这一家学过这个，也是方武的传承，也是改革讲过这个，家是老师放的。那么那改安的公司的环境，这点你也听不，这点你也听不，公何为呀？是安怎？花车就是多钱嘛，那么空住你也改变，进攻不变呀，因为你花的真多钱，你是用一款的真不耐烦的心来花车，你不是用真勉强的心来花车，啊，真是讲咱诸位很多来参加这个典礼大会，受了天恩。不是真勉强来接受的，就是讲，哦，现在做真多哦，有够用心啊！
是就要天地不仁啊！啊，淡薄啊道理都讲还听了了哈！啊，你到那下，把这个讲还听还听通了，这是都用啊那讲的，在时啊五点就是起这个等灵啊，那叫俺去了哈，都背诵啊，啊，只要了绝对是大波饭的哈，啊，都用啊那。啊！你搞笑真好玩啊！拢都无一番心的啊！大家就是不能不勉强，无勉强，大家真自然、真欢喜接受的，所以乐在其中。当时在二堂的时候，曾经当教的人，的家伙不也是条不亚人学。他的心不会怎样，但有他讲出来不会怎样。那么等一下怎么呢？一个位我们到这时才知道，那就来了。像现在你做的就是了，啊，你家一样来，他传给了，这就是大了。所以我大道现在我们把它看，凡是。得到的，人家改问的了解得了，人家改错改问的，回答的多，弄脏不一点。因为什么地方我知道，就在功夫，你讲这个心心的五分力，它是好容易，这弄脏是。就在功夫，也未学到功夫，在修道、学道乃至这个功夫，如果达到了，就能显现不出真理，他必有是道理。所以说，能做到这一点，这是能达到真理。让这个家是稳住的嘛，所以就带上来这几只股，老师认为这样子冲击棒，因为这文化是航空这个文化看起来不一样，那么这是未来的人来听的，准备结束。最近是这些这个兄弟所恩等出来的，他的主人来这里接导师，我做导师来的，现在啊，会接这些兄弟正正，大众啊，他们就给兄弟正正，所以准备接导，这是这些接导师正正。